有人話咧，即係瞓唔到覺，或者有時有啲人唔開心都會嘅，即係有啲唔好嘅嘢出現啊。唔好嘅出現有兩種，一種咧係意念，即係好似自己喺度諗啊。另一種咧係直情聽到人聲音嗰種咧，就比較危險一啲嘅，即係嗰種有可能性係邪靈嘅，因為自己意嗱，除非你係諗翻，譬如假設你有個人啊，成日俾阿爸阿媽鬧，咁啊爸阿媽嘅聲音出現翻，咁啊未必係邪靈啊。呢、這個即係一記得翻佢聲音啊嘛。但係一個冇熟悉嘅、唔熟悉嘅聲音嘅，即係好似真係有個人喺度鬧自己嘅，咁呢個咧就有可能係邪靈嘅聲音啦。咁但係如果係嘅話，我哋都唔使要惧怕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哋有耶穌就得噶啦，咁我哋就處理生命啦。我哋有負面，咁啊問翻自己啦，我哋而家係咪有啲受傷啊？我俾人激親啊？啊，有冇啲嘢未處理啊？有冇啲傷害啊？即係我哋需要揾翻裡面有冇啲嘢未清理、未處理嘅。即係凡係有親俾人激親而唔處理咧，就會有後遺症噶啦。咁咧就所以嗰啲咧就啊，我哋就需要處理。咁咧，然後咧，嗱，真係當你聽到聲音，咁你要處理啦，又相信神愛你啦，讚美神啦，然後奉耶穌名就趕逐嗰啲聲音走啦，即係你唔可以有權留喺我身上嘅，因為如果係真係有個聲音咧，咁有可能就係邪靈嘅。如果佢又再出現，即係話咧，呢、这個聲音係其實跟住你嘅，不過你唔理佢啫，你唔理佢，某程度上就冇將佢加強。嗱，有啲人咧就加強嘅，點樣呢？他就被他鬧完，真的是我都是很壞的了，我真的沒用的了，他就加強了。你不理他也是一個可能的方法，不過我就覺得最有效都是處理整個生命，建立同神關係和趕逐那些邪靈，這個就比較透徹一些。